今天是我们上班的第一天，我们来到台湾头台北关，这个海关就是要为全体国人把关。把关不是只有一关，是桂三关。三关就是财政部的海关，黄检局的黄检查验，跟我们食药署的肉品质相关的含量的查验。而政府基于我们台湾靠贸易立国，我们货品要销出去，我们也不得不要让人家的货品卖进来。但台湾猪有信心，国人同胞第一，所以政府一定为国人的食品安全把关。往后我们每天就会有仪表板公布。我还记得前年1月14号，我就任行政长第一天，就是来到海关，我当场下令抽验100%，一直到今天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锁住非洲猪瘟，没有让它进来。同样道理，我们一样用仪表板给国人同胞报告，我们逐批检验，检验报告。如果真的查到，那跟着走，到哪里跟着走，全部公开透明。从1月1号开始，今天1月4号，我们一路就这样走下去，不用担心，政府一定以食安第一，一定一方面走向国际，一方面自由贸易，一方面也尊重业者自由进口，也负责我们清清楚楚给国人同胞报告，也请国人同胞配合，也请各地方政府配合，全国一致，不用乱了套。谢谢大家。